现在是下午的6点28分，列车到了嘉义站。日落黄昏，现在慢慢的灯火通明。你看外面的灯渔家灯火通明。结束了一天到高雄的采访行程，也知道高雄的捷运怎么坐，真的是高雄是一日生活圈。到了美丽岛市场的美丽岛站，那么大的高雄捷运站，也知道了我最喜欢去的旗津怎么坐车。这个高雄两条捷运站，非常的方便。残障人士，你只要你懂得自理，只要你懂得操纵电动，你到哪里都可以啊。你没有什么地方你不能到的，只要有毅力，只要有你坚强，只要你会努力的赚钱。你如果我建议你就卖口香糖去卖玉兰花，你就不要做了。除非有些人卖玉兰花一天赚2-3千，一个月有8万块，那我还很佩服他，但是就是要赚钱。你不赚钱，你很累呀，处处都要钱。残障人士跟正常人士没什么不一样，但是坐车打对半折，唯一的好处就是如此，其他要吃饭要吃东西住饭店通通一样。没有说你是残障人士，他给你算你便宜的，你不要傻了。接下来的行程准备到香港、到北京、到上海，去实现我们轮椅族到国外去玩的梦想。我要脚踏实地，一步一步来，到全世界去玩。